生下来之后没有抚养，没感情很正常，但是应该要更内疚更积极的照顾啊。不要强求人父仇母爱，人都是不一样的。不该送他走的，何云本来多开朗多健康啊，他们那些人只会考虑自己的立场。我们何云得了白血病吗？你们到底是怎么照顾孩子的？不要告诉妈妈我生病的事，妈妈知道的话会伤心的。哥，那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她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人，比我重要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给予幸福的人全新2小时。